哎呀，姑娘，姑娘，表蛋好吃吗？没办法，胃口不太好，太硬的消化不了，跟了他可能少奋斗十年。说到我这五年的青春喂了狗。哎，谢谢你，钱我回头给你找。哥们儿，你这样做觉得值吗？喂，阿姨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阿姨，我跟他已经分手了。爷，也别怪阿姨，我女儿从小娇生惯养的，现在啊又考上研究生了，爷，一个大专生。大专生怎么了？与学历无关，与人品有关。妈，谁都没有资格去评价别人的感情，以后真正过日子的是我们自己，他对我好不好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我数十秒钟，你跟不跟我结婚？十、九、八。you